好了没有啊？好呀，那个之后再交就可以了啦。什么之后再交？现在都剩下十天而已呢。那就用手机扫一下资料，复制贴上就可以啦。复制贴上，来，你来，妈妈跟你说一个故事。在从前呢，没有手机的年代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做，亲力亲为，妈妈才有办法开这家店把你养大，你知道吗？想当年呢、啊，老板，老板，这是我这次做好的美食报告。好，美食报告，我看看。你有没有好好看过你的东西啊？拍的内容有多不生动，你知道吗？里面内容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放在上面。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台中隐藏美食？回去给我重做。是老板。老板真的好凶。这个工作没完成的话，回去真的又要被骂惨了。不对，我要好好加油，我一定可以的，出发！哇，天气那么热，在出发前应该来杯红茶冰消暑一下。这饭团排队人那么多，肯定很好吃。嗯，这饭团真的很厉害耶，米粒分明，口感十足。唉，不行，但我还是再多找点素材好了，内容也比较丰富。嗯。台中这么大，我到底要上哪找隐藏美食呢？既然都来到这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地方，肯定有什么好线索等着我吧。到底在哪呢？嗯，好吃是好吃，但是不行，太可怕了，我觉得还是去问看老天爷哪里有隐藏版小吃好了。
神明啊神明，希望你能帮帮我，给我一支签，让我知道一下台中的隐藏美食到底在哪里。往后面走，长这么大没喝过如此惊天动地的一碗汤，它在一个如此狭窄的巷弄里竟然还可以有那么多的人潮。我想现在的自己即便很渺小，只要身体力行努力创造口碑，就会像在这巷中的隐藏美食一样发光发热。报告，我在这里面发现了无数的感动，所以我决定我不要再为公司而活了，我要为这城市开间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餐厅。再见。不要啊。女儿嘞，阿赫啊，跑到哪里去了？我话都没说完。